生病的时候，他肯定会就像人一样嘛，就食欲不振，然后精神萎靡，大概的话应该会有个两成，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能会再多一点点的。AI 养殖来减少更多的人力上面的一个支出，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。